没有那么可能，没有那么可能，因为上面屋顶都是瓦片的，弹壳就算它一弹出来，那个弹到处不小心落在谁家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说就会有发生危险，而紧张的氛围。当然，真正的在打击门的时候，马祖他这个跟你蛮多的，哦，那个弹射出就蛮多的，飞机也在这边，也是在巡，跟你玩真的，那是真的。 但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要打马祖的掌金的，所以一直以后呢，金门有一门炮叫做两次洞，射了两大的一个发，两发的跟原子弹差不多，哦，它一射一发过去哦，就一个巨弹那么大范围，哇，台湾有这么大的武器，那是韩战韩国打仗的时候有给台湾台湾越南马祖，他说哇这么厉害。 那我们就是缓和下来，我们会跟当导双部长，当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候，那个就没有不用打，根本不理你台湾了，<笑>就不用了。那时候我们20年的时间就不用当导双部长，真的。他每天当号的时候，哦，当号警报声打，我们都很早吃晚餐，吃了当号那天吃饱在家等警报声一来，我们就赶快去躲防空洞。大人当然说没有在。 就说看到最密集哈，地下坑道的避难的嘛，避难的地方。以前我说了，你不听话的话被处罚，他不用军法来审判，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法律的条文之内，你不听话，叫你做什么你不来报道，啊就挖去做什么，坡体移挖挖那个坑，挖那个那么防空洞，你这个地方挖防空洞就是用这种劳力，劳力来。 就好像台湾犯罪的女孩子去监狱里面来当马祖服务，所以说军中乐园那些小姐都是这样来的。哦，你平常人家不可能吧？不可能一个少女会去从事这种行业，对不对？都是随手他们的犯罪。所谓的水鬼摸哨，当你摸哨子的时候摸什么呢？人头、耳朵、手指头，我常人哦。到后面太常人了，不要以物换物。 今天要换什么物品？好，告诉你，我明天来换什么，大家各自把这些他们要的东西，你就交换就好了，大家就没有人员的伤亡，对不对？其实也很恐怖，哎，你摸我带人头，那人员又伤亡，我摸你是人头，我也摸不回来，对不对？很残忍哈，好好的一个人去当兵就不见了，那就以物换物好了，就慢慢的会缓和这种东西。 有些真的不能出门哦，每天出门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口音，一天变两三次都不一定，只有军人是百姓弟弟知道他的口音是什么，慢慢的。然后再来呀，再来就有空飘跟海飘，和亲戚球，这个是一个节庆来的时候，几颗飘上去，意思一下。
然后真正的他们的空飘呢，都是一个季节海风风向，那个空飘呢里面是氢气，是氢气哦，下面垂掉的一颗上去都要100多万。我们都以前最流行，他们都知道我们黑人牙膏，是不是？双枪牌内衣内裤很有名哈，底下有口粮，很多的东西物品都是利用这个氢气，一颗飘去，看看风向往哪里吹，大陆的方向吹到了时候，轻轻慢慢卸掉以后，所有的物品都掉下来，他们就去捡。里面还有宣传，最重要里面还有宣传单哦。那海漂的一部分呢，也是一样，铅笔啦、牙膏、牙刷啊，卷一卷。塞在我们的酒瓶里面，密封起来，起这个鱼鳞，哎，风的方向还可以，等它，我们要对它，我们对潮的时候才会飘过去。